欢迎傅老师给我们测试占卜哈，未来一个月我可以活力满分吗？好，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字面，我们今天字面是自信充沛。好，自信充沛你就活力满分。好，那请从四个字里面选一个字来测看看。那请现场贵宾还有观众朋友，请你一起来测，选一个字哦。观众朋友，你是不是选好了？我们先来看答案哦。我们先从这个信开始看起。信是玉玲跟怡妮选的。还有观众朋友，如果是选信的话，答案是工作得意，大家赞赏。哎呦，哇，很好哎！工作方面活力满分，90分。不错不错。好，我们现在看这两个脚开开的葱，这葱是赌人选的。还有观众朋友，你也如果也是这个字的话，答案是来电交往，桃花光彩。哎呦，这下子真的不错啦，是感情方面活力满分，真的脚开开就来了。哎呦，这个光也就是脚开开嘛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字，字是宇文选的。还有观众朋友也是字的话，答案是。朋友相挺，臭味相投。哦，这是好的，这是好的，是人际方面，人际关系方面活力满分，70分。聚会很多的意思。对了，最后配是那两位老师跟静纯选的。嗨嗨嗨！还有观众朋友也是这个配的话，答案是洞悉市场，财源滚滚。哇，是钱财方面，100分。耶。